泡泡哥哥，请订阅泡泡哥频道，记得按分享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泡泡哥哥。泡泡哥现在来到的是通化夜市旁边的通化街38巷5号的竹汤养生馆。泡泡哥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按摩店，因为之前呢我去按摩，我记得还有按到胸痛的按摩店，我真的觉得超级香。那这一间呢是我之前来按过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所以呢我今天呢要特地介绍给大家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按摩师到底有多厉害哦。 Let's go。现在呢我要换他们的衣服咯，所以呢我要把我们的荧幕盖起来咯。换好了，准备开始按摩咯。过程中有觉得力道太轻太小、太重都可以随时跟我讲哦。好，这力道会不会太轻太重？现在刚刚好。你的腰就很紧哦。我的腰很紧，因为平常训练太多了。对，一般腿部下肢的运动做动比较多的话，腰就容易紧绷。那你有遇过你才刚开始按它就开始哇哇叫吗？通常都会力道一样由浅入深哦，所以还好。会先跟客人做询问，那难免还是有真的按得很轻的，就是连按都还没按，还在开始啊。你的脊椎算很正。请目前按下来，你的腰是最硬的。最硬的，是有时候会腰痛，是因为腰部太紧。对，那有一点比较要担心的就是，如果长期这样，你没有去做适当的放松伸展，那以后你的椎间盘就有可能会因为它的紧绷而压迫坏掉。这是退化。放松。啊啊！啊！太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的天中穴，那就代表你手部的劳动也很多，那没有去放松它，它久了反复性发炎就是会变成我们俗称的五十肩啊，肩周围性关节炎。好痛。一样啊，你这样姿势不正确啊，包括有时候枕头睡太高太低它都会低头族啊。对，低头族这些，那你没去放松它，它一样嘛。谢谢。哎呀，啊，好舒服啊！刚按完超级舒服的。我之前呢去别家按摩的时候啊，都按到胸痛，就隔天胸超闷啊，痛两三天，超级不舒服。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一家呢？是因为我之前来按的时候呢，它不仅让我经血畅通之外，然后我还觉得花钱花得很值得。重点是它60分钟才750块，我个人是觉得蛮便宜的。重点不是价钱的问题，是师傅真的非常会按摩。因为呢，我那时候有跟他说我要重下半身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跳舞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腿部啊肌肉会比较发达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叫他特别按下半身，上半身就比较还好一点。但是后来发现是我的腰部的地方，还有颈椎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平常在滑手机，要不然就是用电脑剪接的东西。然后腰部的部分呢，是因为我们腰部是肌肉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不会只是单纯下半身不舒服或者下半身很紧，是从腰部开始下去。所以如果有一些腰部疼痛的，记得也要放松，特别还有颈椎这里。平常我们一些文明病啊，也是因为颈椎的部分。所以呢，你们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我们师傅沟通做加强，他就会帮你在颈部或者是腰部这里做加强，按摩完之后就会非常的放松。现在呢，泡泡哥哥要来送你们礼物啦，要送什么呢？现在要送出5名的30分钟的半身按摩，5个名额。怎么抽奖呢？只要在 Facebook 泡泡哥哥的粉丝团按赞。第二呢，只要 take 一个人写说我爱竹堂养生馆，我爱竹堂养生馆。第三呢，只要分享此篇文章，只要分享此篇文章就可以参加抽奖咯。那下礼拜呢，同一时间每周六晚间的8点也会公布得奖名单哦。记得订阅泡泡哥哥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